我叫何俊秀哈，也做街头艺人。那可是我3岁患小麻痹哈，我小时候就很喜欢钢琴，也很想当钢琴老师。但可是老天一直安排我，刚开始是做教圆子笔还有毛笔，好这样一直做。然后圆子笔毛笔大概做到我54岁，我现在是57岁嘛。教到54岁的时候，教圆子笔毛笔就没有人学了，因为大家都学电脑。好，那算命呢？也是做了大概是17、18年。好，那后来就考街头艺人。好，那当时为什么考街头艺人呢？因为我喜欢弹钢琴，但是我想街头艺人一次要做7个小时啊，我可能弹到手都会痛啊，所以后来我就停1年，不敢去考。那后来有学生说，如果你痛的时候，我们轮流表演，我觉得就可以哦。后来我就去考，那考到了哈，那考到之后就在石门水库、大溪公园、还有一个台茂，还有慈湖这几个地方表演啊。那我表演是2个人搭档，跟他排底，好，那2个搭档，那我们有早上10点一直表演到下午5点。他2条歌，我1个笑话，1条钢琴，又1个笑话，又换他2条，这样一直循环不会停。好，那一次表演7个小时，那收入大概是6000块左右。那2个人平分，好，1个人大概得3000块。好，那街头艺人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好做，好，可是我做了，今年是第6年，做到前1年半、2年的时候，哈，就比较不好做了。好，为什么以前很好做呢？因为以前都没有街头艺人，好，所以我们当时表演的时候，哦，那观众都很热心丢钱。后来现在满满的人哈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大溪公园，我3个月啊只能登到1天，现在已经很难登了哈，不像以前说我要表演8天都有8天，啊，因为现在街头艺人，桃园县街头艺人每年出100个。好，可是观光景点都固定都没有变了。好，然后街头艺人做一做的时候哈，后来我以前是有当钢琴老师，但是当钢琴老师来讲哈，不会进步。要做什么才会进步呢？要做街头艺人。好，我做了将近六年，满5年6年多哈。那我功力最少加3倍。好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人会有惰性啊。在家里练，你只能练个10分钟、20分，你就懒掉了。可是街头艺人没有办法，他一次就要表演那么长的时间，7个小时，逼到你非练不可。好，这样，然后后来我就来社会大学教哈。那社会大学教这因缘际会哈，因为学生要求说，你能不能将你弹的哈，赖给我们哈。那后来我就把这资料把它po上 YouTube 网站。好，然后在这影片在网址再赖给学生，学生点来就可以练每一招。好，那本来我对人生已经开始觉得说，人生到现在57岁已经慢慢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哈。后来找到说，哦，可以将手机的这个影片po到网站哈。那我准备想po300招，就300部片子到 YouTube 哈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有53首歌在铺上，总共353招片子铺上网站哈。那没有想到，这个工作让我觉得活着又很有意义。好，好，谢谢，好好好。